老引大发居陀罗尼经，为诸佛有两种光明，一种常光，一种放光。常光者为圆明无碍无事不着，就是常寂光。常寂光就是法身，常寂光是自性本具。慧能大师开悟的第三句是：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这具足什么？佛在华严经上说过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就说尽本自具足，就是具足跟如来相同的智慧德能相好。这一句把所有一切全部包括在其中，一法不漏。所以他障碍没有了，圆明无碍了，无事不着。我们起心动念，佛都知道。佛照有没有帮助？有。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烦恼？自己障碍了自己，不是佛障碍，也不是别人障碍。你一定要知道。别人是决定障碍不了你的，骂你你会生气，有障碍；骂你你不生气，没障碍。你能不能不生气？这，你就想到自己障碍自己。他骂我，他骂别人，为什么我不生气？骂我，把我的名字当作别人。我们还听了乐呵呵的。这才行啊。所以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听，你可以不要接受过来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接受过来就是障碍，放在心上就是障碍，可别放在心上。一切染净善恶都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。我们不放阿弥陀佛不行，着相；不放阿弥陀佛就着空了。把空放在心上不好，为什么？果报在四空天，依旧没有出六道轮回。是空也不能放，有也不能放，那怎么办？放阿弥陀佛太好了。这就是阿弥陀佛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大恩大德，妙极了。因为这句佛号具足一切诸佛佛号，一个佛楼你念这个念那个念那个，你要挂一楼碗了。阿弥陀佛是佛的总名号，他的意思可以翻，不是不能翻。古人对阿弥陀佛是尊重不凡，对他的名号尊重，所以翻音不翻译。意思是什么呢？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。你看，圆满的意思是可以翻出来的，无量觉。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通通都是。所以这个名号是一切诸佛的总名号，无量觉。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切众生本来个个都是无量觉，平等。现在我们不觉了，不觉是你这个心里放的妄想杂念
烦恼习气太多了，把你的真心完全张开住了，你透出来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！真心永远清净的，真心不生不灭的，妄心有生有灭，就是念头啊！无明是念头，尘沙是念头，见思是念头，都是念头啊！念头里头有染有净，有善有恶啊，混杂在一起，让我们真心透不出来了啊，智慧透不出来，德行透不出来，相好透不出来，这个亏吃大了。啊，所以说是要知道啊，佛光无时不照啊，我们晓得，我们起任何一个念头，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通通看到，通通清楚啊，不止什么所是是受所知，不止啊，时时刻刻要警惕。阿弥陀佛。